大家好，CBA 前两个阶段的比赛已经结束了，目前大部分的球队基本上都打完了39轮，而这39轮的结束也就意味着本赛季的常规赛正在逐步的走向尾声，毕竟一共也只有56轮。这种情况下，那么在前两阶段之后，MVP 的归属也正在逐渐的水落石出。目前基本上有资格竞争 MVP 的球员只剩下了4个人，分别是郭艾伦、周琦、吴潜和胡金秋。其他人的距离竞争 MVP 方面恐怕还是有一些距离的。对此呢，也是国内的知名论坛今日正式带来了本赛季的10大 MVP 候选人。当然，前四正是我刚才提到的这4个人，剩下的几个包括姜宇星，包括广厦队的孙铭徽，另外甚至还包括广厦的赵岩昊、辽宁的韩德君等人都登上了榜单。那么，到底谁更有可能拿到 MVP 呢？他们也是征集了大量的球迷进行投票，目前已经有超过2800名球迷都进行了投票，而最终的结果也是不出乎意料，郭艾伦一个人的票数可以说是完爆了其他的候选者。目前的最新投票情况是，郭艾伦收获了超过1800张选票，占据了所有投票的66%以上。另外，大魔王周琦收获的选票是第二多的，第三多的则是吴潜，第四的是胡金秋。不过，吴潜和胡金秋的选票相对来说就比较少了，只有过百左右。周琦还稍微能跟郭艾伦竞争一下，不过显然剩下的所有9个候选人的票数都无法和对面的郭艾伦一个人竞争。实际上，纵观整个的候选人名单，虽然说有10个人是有资格来竞争这个奖项的，包括高诗妍甚至都进入了这个候选大名单，但是明眼人应该都很清楚，争的就是郭艾伦、周琦，还有吴潜和胡金秋，他们几个谁的数据更好呢？郭艾伦本赛季场均23.9分、4个篮板和7.9个助攻，得分和助攻都是创造了他个人职业生涯的新高，场均24+8的数据非常恐怖。而且郭艾伦的胜利贡献值排在了全联盟的第二位，这是一个能够说明球员在场上对于自己球队贡献的数据。诚然，郭艾伦有的时候会上头，例如在对阵广东时候的最后一节，球队领先9分之后，他就开始玩起来了，各种花式秀运球，最终被翻盘了。后面对四川的比赛也是这样，郭艾伦确实也出现了上头的情况，但是你还是得承认他是本土第一后卫。之前他也拿到过32+8的数据，另外曾经在第二阶段的比赛里有过连续3场比赛砍下20+10助攻的表演，所以说郭艾伦确实配得上这个奖，而且他也是现在最接近获奖的。一方面，辽宁32胜5负的战绩摆在这儿；另外一方面，个人的数据新高，数据和战绩结合都排在了全联盟的前2名。而且，辽宁队领跑积分榜的时间可比广东队要长很多。排名第二的，目前来说是周琦，周琦收获的票数是第二，跟郭艾伦也有比较大的差距。其实原因很简单，首先新疆队的战绩28胜11负，确实和辽宁还有一定的差距。更重要的是，周琦休息的场次比郭艾伦要更多一些。当然，这未必是他愿意休息的，他确实是因为伤病的原因缺席了不少比赛。周琦场均还是能够拿到21.3分、11.7个篮板，还有2.3个盖帽和超过3个助攻的表现。助攻是 CBA 生涯新高，而且如果说郭艾伦是依靠自己的进攻和传球能力入选的话，那么周琦就是真正的攻防一体。郭少还是有些偏科的，周琦是基本上没有偏科，进攻端他是引领了新疆队的进攻，尤其是现在新疆队半场阵地进攻，球基本上要先过周琦的手，周琦可以在弧顶发动或者是策应，甚至于和莫泰打高低位都是可以的。那防守端就不用说了，周琦自从第一阶段到现在为止，他的防守效率从未跌出过 CBA 的前10名，绝对是本土的防守第一人，甚至于可以说是 CBA 联赛到目前为止防守最出色的球员。没有了易建联，攻防全能的周琦被更容易的认为是本土的一哥，所以他有资格去和郭艾伦争这个奖。另外，吴潜本赛季是场均能够拿到接近20+8的数据，而且投中了99个3分。吴潜的浙江队也有一个优势，就是他把浙江队的战绩带的确实是不错，27胜8负的成绩是比新疆要更好的。当然了，吴潜的数据可能没有郭艾伦和周琦那么好看，而且个人的效率也要更低一些，但是他是本土的第一三分手。很多三分都是强投的，不是说定点三分，所以他的这种能力可能是中国男篮到国际赛场上非常需要的。如果给他这个奖，那就是一个鼓励，鼓励他在浙江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。另外，胡金秋的进步也比较大，但是跟之前三个还是比不了。现在的投票结果显示是郭艾伦更有可能获奖。不过有趣的是，目前排在积分榜第一的广东队有可能颗粒无收，他们没有任何一个球员进入到10大 MVP 的候选人名单。这支球队的核心是马尚·布鲁克斯，但是这个又不能选外援，所以说不出意外的话，这个奖恐怕跟常规赛第一的球队没什么关系了。